请高雄市陈其迈市长致辞。行政院陈院长、林鸿彦秘书长、我们财政部的谢市长、光务署的黄署长、国营会的那个刀义兄副主委、台船的郑董事长、蔡国宏委员，还有自己委员，以及我也看到这个高分姐啊，我们的被检察长啊，还有洪如兄啊，是我们重点的相约检察官，局长那个处长，调查高雄调查处的谢一章处长，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开心哈，能够来参加交通节目，这个是第四烧啊。刚刚郑董事长讲一半，好，后面还有观众在场，今天啊，这个也都如期如此的站进去，这个确保跟我们这一烧这个海兄弟一样，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蓝色国土能够安全啊。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安居乐业啊。那所以这里要非常谢谢。政府能够在不管是茶器私烟或者是烈酒所做的努力，跟院长报告，告诉是公司秘密所以我们也领了很多奖金非常谢谢我们财政部第二个我当然要谢谢行政院，因为蔡总统有很重要的身份，他让我们在高雄的那个海船啊，不然被划的啊，被使用啊，不然被生活活物啊，能够业绩长虹啊，能够这个一烧一烧这种，不管是我们的建筑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货物啊，还有包括我们这些重大的这些海事工程的相关的这个工作都能够让我们高雄知道，这个创造了很多这个就业机会。那台船可以说是我们高雄最重要的这个伙伴。跟院长报告，应该是当前的哈，对疫情的影响我们清楚哈。高雄港去年的二月呢，表现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大概几个游轮事业哈，因为台湾有很多嘛，所以包括像东游啊，还有那个东港的游船都报了。那当时高雄港的疫情风暴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协助台湾啊，像东港或者是东游。状况这样好的这个国营事业啊，这个快筛试剂都是他们要自己买，先借他啊，最后要垫款，海船不用啊，就下令说哈，海船哈太困难了哈，太赶供应了哈，就有几千公主管啊，主管可以用快筛试剂的海船啊，不要哈，那所以这海船是因为这个是在这里有很多的不管是海船，还有很多像。非常完整的一个报告的工作啊，这里要非常谢谢行政院还有政府啊，国建国道的政策，让我们的船只越来越具有前进的力。那我相信海兄弟的这个交通也在，不仅在茶室这个茶器、私烟、私酒、私的这些货物能够如此便利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海象。包括我们今天大家伙伴能够让这个茶室的这个工作能够更加的落实，所以再一次的恭喜祝福那个白兄弟成功破案，然后看回来讲，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市长，邀请行政院陈建仁院长致辞。大家敬爱的高雄市陈市长，我们行政院李秘书长、财政部谢市长，还有我们海委会的刘主义、国营会的徐副主委，还有我们台农公司的郑董事长，我们立法院的赖委员，还有徐委员，我们南湖中心的两位副执行长，以及在座的我们台船，还有我们高雄湾的工人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好。
都很清楚，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四面环海，海洋是我国最大的资源，最天然的安全屏障。但是也因为这个绵长的这个海岸线哦，很容易成为从事不法犯罪的管道。海关呢，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国门，关务呢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近年来，政府持续强化执法，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海域的治安。像是我们养猪产业要防堵非洲猪瘟这样的查缉工作，就相当的重要。还有我们要维护国人免于这个毒品的危害，那毒品的防治也是很重要。因为有海关海巡人员的坚守岗位来严守边境呢，也能够阻止非法枪支的走私偷渡。我们做好了边防以后呢，就能够阻绝病毒、枪支、毒品、私烟等等的入境，就能够维护国人的这个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以及呢守护产业的发展，让我们国人能够安居乐业。那台湾一共有八个通商的港口，所以不止海岸，包括海面上都有待我们海关来把关的，要有很先进的性能优异的这一个巡视艇。所以刚才我们市长讲，这一个新的巡视艇呢，实际上它是相当现代化的一个巡视艇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巡视艇，就能够保障我们能够进入这一个辽阔的水域，还有复杂又有高危险的这一个查缉的任务呢，都能够圆满的完成，而且确保我们同仁的执勤的安全。所以行政院知道的公布上级是预先地级计嘛，所以在2019年就核定了这个四年将近9亿的我们海关巡视艇的太旧换新的计划，一共有4艘这个海顿级的巡视艇啊。那我们设备有更新，那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这是第10艘海雄级的交船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巡视艇的太旧换新以外呢，我们会陆续补充200多名的海关人员，让我们这一个查缉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了要使我们的海域执法的环境呢，再继续的加强改善，然后提供海关最好的打击犯罪的新设备。去年啊，行政院就在核定的第2期的海关巡视艇的太旧换新计划，就在编列的9亿啊，会继续再打造5艘的巡视艇，还有3艘的快艇。让海关的同仁更有利于执行维护海域的安全工作。那大家都很清楚，蔡总统上任以来呢，就落实了国建国道的政策，各种的船舰，不论是海巡的或者国防的需要，都交由我们国内的厂商来投入建造。每一艘船艇的打造，都在落实的累积台湾造船工业的实力。就好像我们陈市长讲的，我们的台船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大。我看着这一个海洋工作船哦，真的是很壮观，这实在是台湾的光荣，台湾的骄傲。我想，我们只要能够努力下去，就可以使台湾的造船工业的实力不断的加强。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台船董事长郑文龙率领的台船团队投入了建造，还有我们船舶中心的邱鸿生董事长所带领所属来规划设计跟建造，还有我们电船中心的审查跟检验，大家团结一致，然后各司所职，就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巡视艇能够顺利的服役，投入海关起司的这个行列。那我也要讲一下我的故乡高雄的这个高雄港啊。高雄港呢是台湾的第一大港，是位于国际航线的枢纽，全国有70%的货柜都在这里转运啊。那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陈主任市长啊，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啊，他们都希望中央呢能够挹注资源来使得我们这个高雄港发展的越来越好啊。那确实啊，我们高雄港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港，而且最近甚至连国际级的表演都来到这里举行了，哇，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你看那年轻人的这个网络上几乎谈到的都是到高雄哪一个多好啊。那在上周一呢，我们中央投入了160亿元，国内最大也是首座自动化的货柜码头第7货柜中心正式启用。那三年初我来
参加这个高雄港人运中心的启用，还有邮轮在役后的首航的典礼。那今年二月，我也核定提高这个高雄国际机场新航厦的工程计划，总经费是880亿。我们要把高雄打造成一个双港的国际城市，成为一个亚洲重要的海港跟空港。我真的要谢谢我们高雄市陈市长，还有我们高雄市的立委的努力的争取，这就是我们高雄人的福气。我以高雄乡亲为荣，而且也是台湾的福气。那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感谢在不同领域上共同回归不治安、弃毒，还有弃尸的检警调线所有的同仁，谢谢大家的尽心尽力，让我们在蔡总统的领导之下，让国家更安定然后呢更安全，也使得大家的生活更美满。我期许所有的海关同仁，我们持续努力来运用新投入的这一个新系统呢，来强化边境的管制，来守护国境的大门，使大家都能够生活的更好，然后使得台湾更安全。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平安喜乐、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致证传摩仪式，请郑董事长致证传摩与高雄关陈关务长，并同时邀请陈院长共同见证。后退就可以了。二，手，万事。好，那我们再拍一张哦。来，请各位贵宾为我们比一个赞。海雄体赞不赞？赞。谢谢各位贵宾。好，来，三。各位贵宾，也为我们来比一个赞。关务署赞不赞？